准备。那那个我们有两个节目，执委跟实验，我们等中场休息及摸彩完再换你们表演，因为你们要接音箱，我们需要一点点时间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观赏个几个钢琴的表演。好，找前面两位漂亮的老师报道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精彩的钢琴曲表演，邀请小朋友。好，邀请小朋友带来两首可爱的钢琴独奏曲，掌声欢迎他的表演。都吃醋了呢。好，接下来伟谦，好，伟谦也带来一首小调歌曲，对，右膝请准备，带来圣桑的狮子进行曲。
好调歌曲。好，谢谢我们的佑希，佑希公主带来《樱桃小丸子》的主题歌曲《稍息立正站好》，逸飞请准备。用场，好，下面一飞带来的歌曲《夜莺圆舞曲》。
没有，我才教十年，教了十年的高阶。好，谎言吗？没关系，我认定我只教十年。好，有一个跟我女儿一样字一样姓一样的名字，好特别，真的是太有缘分了，就是我的孩子。好，接着我们的佑翔，好，佑翔小帅哥也是带来一首钢琴独奏曲，哇，西装笔挺嘞，帅气。好，带来特别的这个钢琴独奏曲。好，带来钢琴独奏曲，欢迎的演出。
有圣诞节曲风的歌曲。好，请你唱到祝你圣诞快乐。